山有2300多种野生动物，但是这只是历史记载，并没有完整的影像支撑。所以这次我们和四川省自然科学研究院在峨眉山景区共设置了6台红外数码相机，就是为了调查峨眉山野生动物的栖息地。但是这是很幸运，发现了小熊猫等多种野二级国家重点保护动物。下一步，我们将在峨眉山重点野生动物栖息地增设红外数码相机，加大对峨眉山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，建立完整的峨眉山野生动物资源库。